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哪国人？你的序号是多少？好，现在开始第一到十题。每题你会听到一个句子，请在低声后重复这个句子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我每天坐地铁去上班。二，他是我以前的邻居。三，如果明天不下雨就好了。四，我觉得蓝色的更好看。五，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六，李经理的办公室在对面。七，他对自己的收入很满意。八，植物离不开阳光、空气和水。九，你点的这个菜真辣。十，对不起，这里禁止抽烟。好，现在开始准备第十一到十四题，可以在试卷上写提纲，准备时间为十分钟。